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杜华说。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个关于英超今天的视频，那么另外有几场比赛呢，我想跟大家来分享。这几场比赛呢，感觉蛮有思路的，我们来看看好吧。第一场是马竞对拉斯帕尔马斯，这一场是看好主场的马竞1-0、2-0跟3-1。第二场是那不勒斯对热那亚，这一场看好主场的那不勒斯。1-1、2-1，还有2-0。第三场是维罗纳对尤文图斯，看好客场的尤文图斯，0-1、0-2跟1-2。第四场是利雅得胜利对哈萨征服，看好主场的利雅得呢，1-0、2-1跟3-1。接下来是萨尔塔对巴萨，看好客场的巴萨，0-1、0-2跟1-2。然后是RB莱比锡对门兴，看好主场的RB莱比锡，2-0、2-1跟3-1。接下来是亚特兰大对萨索洛，看好主场的亚特兰大1-0、2-0跟2-1。接下来是南特对巴黎圣日耳曼，看好客场的巴黎圣日耳曼，0-1、0-2跟1-2。还有最后一场是英冠的莱斯特城对米德尔斯堡，这一场看好主场的莱斯特城1-0、2-0跟2-1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析的比赛蛮多的，因为是周六所以比赛比较集中，挑出了这些比赛场次呢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